半导体设备商艾斯摩尔在台湾的半导体产业上是非常重要的合作伙伴，尤其台湾总部也在去年进驻新竹市。市长林智坚这一次造访荷兰，特地前往艾斯摩尔全球总部，双方也针对两地的产业资讯进行深入交流。这个不光显影设备呢，占全球市占率高达80%哦，非常非常的重要。那不仅来参访哦，也看到了说，他们将很生硬的科技哦，透过了体验馆的方式，也让这个科技教育可以向下普及哦。我觉得这个也让我有很大的一个启发跟影响，很希望未来回到台湾哦，和我们自己园区的这些科技大厂哦，大家也来商量一下，是不是要有一个这样的体验馆哦，建置在我们的儿童探索馆里面，让我们的这一些所有的这些孩子哦，都可以透过科普的教育，给他们启发。新竹科学园区是全球半导体重镇，艾斯摩尔研发最新设备首先送往新竹市，是最重要的出口地之一，也因此25000名全球的员工当中有10%就是台湾人，台湾分部更是荷兰以外全球最重要的据点，双方有非常深厚的产业连结。台播新竹万时连采访报道。